你好，我是老鸭说。这里是上海，现在这条是上海的杨柳青路，现在正往武宁路方向骑行。侧边是蓝岭园小区，过了前面的小桥后，有一个时代利群超市。前面右侧就是时代利群超市，前面是武宁路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